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阿罗汉是不断的去除烦恼，那么就是自己自修的人，他就知道我怎么样应该把这些烦恼去除掉。但他们没有彻底的理解烦恼，所以罗汉呢，就是没有彻底的理解什么叫烦恼，因为他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阿罗汉他怎么到人间来的呢？阿罗汉到人间来是随佛出世，只要有个大菩萨到人间来了，他们必须就跟下来。他们跟下来，哎呀，菩萨到人间去了，哎呀，我也要成愿再来，也发誓跟着菩萨一起下去救人。哎，走吧走吧，一起走吧，啪一下来，全部到各地去投胎。投胎之后呢，随佛出世，出世之后呢，就成为一个大护法。但是阿罗汉呢，他没有得到究竟的圆满，就是他们不理解什么叫究竟圆满，他们只知道了啊，下来帮助保护菩萨救人呐、啊，但是他没有懂得什么叫究竟圆满。阿罗汉果的人就是你们看得到的，就管自己念经，他经念得很好，他守戒，他什么都看穿了，这种人呢是属于阿罗汉果。阿罗汉做到一定时候，他就会想我怎么样早点脱离人间，因为他下来的时候他是弘誓大愿，下来之后呢，他又一看到人间这么多苦，自己修行这么难，他马上就想我早点回去吧，趁人生还在的时候，他们想马上脱离，这种就是没修的圆满。师父讲这个话就是教导你们，让你们要懂得，不单单你们到这辈子到人间来是救自己的，你们家里人你要救吗？外面有这么多的朋友亲戚，你都要把他们渡成菩萨呀，你不能只管自己修的。就像一个人一天能念八张十张小房子，你从来不知道给人家一张的，对不对啊？你从来不知道给别人的，你说是不是不能马上脱离？那么不能啊，自己想不通，哎呀，我吃这么多苦跑到人间来，我根基很好，我怎么还不修上去啊？你看这个人又来搞我了，那个人又来烦我了，你看这个人又要我救，那个人我救，你看你影响我修心了，我打坐都不能打了，我念经都念不好了。你看看你们呢，现在很多人在接电话，很多人在渡人，很多人在帮助别人，一样吧？境界是不是不一样？所以修大乘心要修无缘大慈，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大菩萨的话，你要修无缘大慈，无缘无故的去帮助别人，没有他是我的亲戚，他是我的父母，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邻居，只要他是个人，只要他有苦难，我都要去帮助他，叫无缘大慈。没有原因的，没有因为是缘分我才帮你，不管是谁我就要帮你，因为你苦了我就要帮你，
那么这叫同体大悲，他痛你也痛，这种感觉只有妈妈有。妈妈看见自己的孩子摔伤了，孩子说妈妈我骨头痛啊，妈妈痛得来比他还要痛。但是你们能不能让社会上让那些可怜的啊，那些众生，他们如果心里痛，你也跟他们一样痛吗？师父就这么做。我看见很多老妈妈身体不好，我很难过的；看见很多老婆婆身体不好，我很难过；看见你们想不通，我很难过。因为这个要上升到一个高境界，这个境界首先要消除你身上的业力。如果你业力很重，你不会去心疼别人的。只有当你自己很干净的时候，你才能让别人干净。要用本初的觉醒。本初的觉醒是什么？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本初的觉醒就是我们要懂得人其实很善良的，人都有慈悲心，看见别人苦了，你都应该想方设法去帮助别人，然后还要后续的去关心他。这个去做就是觉醒，去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情。你要去做利益一切众生啊，只要对别人有益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去做呢？你为什么只做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对别人有利益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做？所以，当你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利益众生的时候，你们要记住了，悄悄的有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了。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的心不会起挂碍了，你就是跟菩萨接近。你们自己想想，你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是不是心里有的时候特别开心啊？会忘记自己烦恼的呀。如果你不帮别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感觉自己很多烦恼啊？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我自己还没好呢，为什么我帮你啊？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沉浸在自己还没好的当中啊？你虽然没好，但是你拼命的在帮助别人，你是不是很快就好了？因为你没想自己的烦恼了，你只想着帮助别人。所以修心的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人在家修，你会觉得自己很舒服，没有挂碍，但一面对众生或者一大堆人生的难题和烦恼，你可能就守不住了。那这个师父就是告诉你，在家修小乘，如果你能够克服烦恼，去帮助众生，守住自己的道心不退转，那你想想看，你是不是有一大步的进步啊？你是不是会进一大步啊？在家里越做越烦，你们知道吗？有的时候一个人在家里越想越烦，你跟大家在一起你会很快乐，大家一起修多快乐。你如果今天没有跟大家一起快乐，你就会觉得烦恼。所以修心很困难，所以既然修了就去面对它，这才是真实的寻找自我的本初。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说，如果你们学修心学到后来连这种最起码的做人道德都不能守住，你说你修什么心？如果你们修心修到最后连最起码的这些
做人应该不要损人利己，应该帮助别人，应该先人后己，连最起码的这些都没有，你说你能找到本初的觉醒吗？所以要找到这个世界上你真正来世界上的目的，不是为了把这一段生命过完，而是应该把它怎么样变为我下一辈子能够修成一种动力。这辈子就这么几十年，你做了多少好事，还包括你们还害了很多人呢，骗人呢、伤害别人呢，包括感情了，包括钱财了，你这辈子如果修不好，你下辈子还得重新做人。你们现在都知道做人很痛苦吧？所以要真正找到这个一世来世界的目的，我们就是来跟着佛陀修心，借假修真，解脱出离。所以想通了，钱财算什么？物质名誉算什么？一切都是空的。因为人的一生再怎么样辉煌，也有结束的一天。面对这一切，时常去思维，提升自己的正性正念，明白无常观，明白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要懂得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拥有，包括你连生命都是暂时的，只是你暂时拥有了你这颗命，所以包括你的生命你都不能永远的拥有，而且一生你实际上没有拥有你的生命啊，因为它会失去啊。所以你不要说物质了，你拥有不了。我们小时候拥有的东西现在都没了，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可能以后都会没有。你们拥有的青春没了，你们拥有的人间的过去的各种各样的东西现在实际上都过去了，都没了，连你们过去的自尊自信所有的一切都会随着这个世界上一切变得化为乌有。仇人在这个世界上到后来可以变成爱人，恋人到后来可以变成仇人，连这一世的生命的个体都会不存在，都会结束。想一想，你们爷爷的爷爷可能你们都忘记了，但是他事实上他是存在的呀。没有爷爷的爷，没有爷爷的爷爷的，你怎么会有你呢？这一切都是存在，但是有吗？没了，失去了呀。所以那些仇人和爱随着这个世界上的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变得那么没有意义了。你们大家想一想，你们小时候在班级里有没有仇人？有没有自己小孩子的时候，小学生的时候的些爱人，很喜欢的孩子？现在想想，一切都过去了。